Hello， 各位，后面就是我新提的海豹四驱版，昨天晚上刚拿到车，然后有小伙伴就问了，说你这个新的海豹，你帮我看看喷不喷铝粉呗，从空调出风口。我寻思那咱就试试呗，对吧？终于把车给等来了，咱现在就试试啊。OK， 接下来的镜头呢是一镜到底的拍摄。首先呢，我已经把空调出风口都给它封上了，然后前面是四个啊，都给小伙伴们封上了。然后大家仔细看，现在这个空调上面的透明胶带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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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干净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参考其他的小伙伴把它的风力调到最大啊，这个我也是刚学会用这个东西啊。然后风速，然后温度调最高，外循环没有问题吧？大家看这个设置是不是没有问题？然后我们等一会儿，现在就已经在出风了。那目前是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出来的，从我这边，这个出风口，这个出风口。这个出风口 OK 都没有，那我就把镜头固定在这里不动啊，这是我的小手，我们等一会儿。OK， 现在过了一分多钟，然后大家看这个出风口什么没有，这个反正都挺干净的，都挺干净的，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在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。我现在把它的风速调低，然后跟大家说几句话。目前来看是没有的，因为我估计新车嘛，如果是开了几个月的车，有可能会有这种这个铝的氧化层脱落的问题啊。现在据说是有一些海豚是这样的，但是海豹现在这台四驱版新车是没有的。但是我也建议大家，如果您是海豚车主，或者是已经开了很久海豹了，可以自己去试一下。毕竟如果真的喷出铝粉的话，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。然后比亚迪的经销商会帮你把这个蒸发器呢进行一些更换。OK， 这就是我的车啊，现在已经跑了178公里了。